浓浓的思念，从这儿把儿子送走的，我还要在这个地方迎接儿子的回家，淡淡的乡愁，一辈子就没有再回来上海，断裂的情感就在那边。距离断不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牵绊。与众不同的人生故事，由我们诉说给您听。周六周日晚间10点，讲述。